还行，前两天那两天就动不动刚好一点就偷吃一个小零食，然后就把嗓子吃坏了。旁边所有宝宝们，欢迎大家哦。噔噔噔噔，欢迎小阿木，欢迎家所有宝宝，欢迎大家。又在。我有一个是蓝色的这样的发带，可是我找不到我那个蓝色发带了。我们家所有家人们，欢迎大家，就剩这个白色的了。看一看是吧？看一下我们。Hello， 你好。我的天哪！一诺，你不要挂我的麦啊，怎么这么漂亮了呢？不是，我还寻思那个啥，因为我家没有啥人，我寻思那个别耽误你那个 GDP 啥的。不可能，你这个颜值，你直播间没有个上百人上千人我才不信呢。我直播间就13个人，我没有人。我直播间也就20-25个人。嗯，我人少，挂机的多。来，再发一个，再发。真的啊，你13万粉丝啊。对，都假的。如果你输了，给我表个白，或者说给我们大哥表个白，好不好？表个白，我经常嘛，我表白不是那么好。没事，就我们就喜欢表白不好的，还真诚一些，真的。好。是吧？好好好。对，那个油嘴滑舌的那个还不真诚。如果我输了怎么办？嗯，才艺可以吗？我可以唱歌，那个做俯卧撑，什么都可以啊。这才艺就好，才艺就好。我家没啥人，就压根不用，不知道怎么说，就把你给拉低就好。我不信，他们家大哥肯定很多，兄弟们，咱们这把认真打，好不好？来，那我们过程就不来了呗。好呢。好。啊，妈妈，我恋爱了，妈妈。来，开始了，好不好？同学闭麦了哈。来闭麦了，我很想关注他了，兄弟们。飞天，新学过客，现在家人们，欢迎大家，家人们，咱们不求就是能赢咋的，咱们尽量努努力呗，别把人 GDP 给拉低，好不好？不要把人 GDP 拉低，就灯牌没亮亮亮灯牌，小心没亮亮亮小心心，把榜尽量站一站，我们把 GDP 往上拉一拉，别让人家就是 GDP 拉太低了。欢迎脚趾，欢迎水运。清风夜半雨江南，青色翩翩弹指间。飞天是谁？欢迎贝贝。你花往事醉了，酒苦的年华似水流。欢迎我们三多。欢迎唯独月色。一说一花是春秋，人海茫茫花中游，且以情深与你共白头。还有阿明姐，欢迎二，欢迎所有宝宝们，欢迎大家，选择一点点关注。宝宝还有1分50秒，欢迎宇文，你我闲暇坐听烟云卷云舒烟雨散，你写信和情还有1分20秒啦！清风夜半忆江南，琴瑟翩翩弹指间，一竹一弦情深似华年。你花往事醉了，酒苦的年华似水流，风雨飘满城花满楼。一说一花是欢迎天空，梦花中游，且以情深与你共白头。
还在唱。10秒了，有没有奇迹？还有5秒，还有1秒，哎呀，你没有偷糖，抱歉了，我家这一会儿没有人啊， GTP 给你拉低了都。小一啊，我关注你一下好不好？哎呀，好。本来我觉得我们家那个捷宝是最漂亮的，然后我们这边有人说你比捷宝还漂亮。没，美颜开的通吗？不是，像从那个电视剧里面走出来的一样，真的。那谢谢。来吧，你给我们小五哥表个白吧，好不好？小五哥，好。对，榜一的小五哥，来个1分钟的啊。小五哥，好。小五哥，你在吗？小五哥，古装，我很喜欢这种，真的汉服那个，而且真的是很漂亮。欢迎我家姑姑啊，在是吧？对面给你表白了，小五哥。小五哥是吧？害羞。对，你喜欢吗？小五哥你好，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虽然你打了我，虽然我们这次的相遇并不是那么浪漫，但是我依然想对你说，我可能是喜欢上你了。有人说不相信一见钟情，可是我感觉我相信，因为我看到了你。用这首歌表达我的一个心情，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他字字句句唱的都是喜欢你的那种思念的感情。小五哥，我只想说，所有的甜言蜜语，所有的花言巧语，一诺不会说那么多，但是只会一句我喜欢你，你可以接受我吗？大哥，下次让他跟我表白吧，好不好？大哥，哎呦我的个乖乖，小五哥你还顶得住吗？小五哥可以吗？可以。给你打、哎、给你打90分，好不好？那个10分我在高速上扣了，不然会交的，好吧？好。小五哥满意吧？好不好？我看见我们小五哥在不在？小五哥有满不满意？我们以后多跟小一连麦，好吧？小一你关注我一下，可不可以啊？我回关了，你不进我人手？你去唱那个什么？不是，我们家小五哥刚给我来了一句。他刚表白的时候我去上了个厕所。完了，命运安排可以。我们家小五哥已经来你那边了啊，小叶已经来你那边了啊。对，他在在，但是好像又回去了啊。让我们家大哥给你点个关注好不好？因为你给我点个关注、哎、我们以后多连一连，真的谢谢。好，来，咱们走了、拜拜小叶，明天见。谢谢，拜拜。天天都想看见你，很养眼，真的。谢谢。妈妈，救命啊，妈妈！好了，走了啊。好，拜拜。欢迎所有家人们，欢迎大家省这点关注啊！感谢我们家哥哥们呀，谢谢小五哥，这蹭了一波医药费呀、啊。哎呀，这个歌我应该跳一下，这个真的。他们家所有家人们，欢迎大家哦！省着点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谁趴门口搁那看呢？真的是，天天有人趴门口看，大大方方进屋看，别趴门口。欢迎一声，欢迎大家省着点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谢我们家哥哥们，感谢大家。
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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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张怎么还有点曝光呢？谢谢棒棒糖，感谢小抖音，谢谢。噔哒滴哒哒，嗯哒噔噔嗯。幸福纯情终究被错付，一颗心留不住相思，我用余生做赌注，要一生守护，留人相识旅途，真心愿不被辜负，一段情藏不住悔恨，能点赞家人们一起点点赞哦，一起点点赞哦，是我们家哥哥们，感谢大家。欢迎鹤山，欢迎三幺，欢迎所有宝宝，欢迎大家哦。重生，谢谢分享，感谢分享。不让点了哈，不让点了，你就那个先等一会儿，能点的时候再点吧，等可能点够了。小哥小姐漂亮不啊？欢迎空城，欢迎空城，多三千了，嗯，那就等一会儿能点再点。欢迎火舞，欢迎我们家所有哥们，欢迎大家哦！选这点点关注，我们把赞赞再点点啊，家人们，赞赞再点一点哦。欢迎星湖来客，欢迎我们家所有家人们，欢迎大家哦。欢迎柳墨玲，欢迎我们家哥哥们，感谢我们尘埃的点赞，谢谢我们尘埃。欢迎紫印，谢谢尘埃的小星星。噔噔噔噔滴噔噔噔噔。我是点不了了，我那面是已经点完了，暂时点不了了。
所有家人们，欢迎大家哦！选择点点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谢谢我们家哥们，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点到5万？今晚点赞能不能点到5万？我觉得有点难了。谢谢关注，感谢入团，谢谢灯牌。欢迎晴天，镜子里的宇宙，等不来的迁就，还记得那个深秋，你说你要走，不知道怎么去挽留，一逐渐流失的温柔，是我犯下的错，让你被别人带走，还留着你的回忆，欢迎抖音火火，欢迎所有宝宝，欢迎大家喜欢这点点关注啊。欢迎冰雨，欢迎辉哥。家人们有什么歌想听不？有没有什么歌想听？欢迎酷炫到爆炸，欢迎所有家人们，欢迎大家哦。欢迎张。欢迎岁月静好，欢迎火舞。困了没有？人少，没有人说话，就会感觉到无聊。噔噔的滴噔噔噔噔噔。你的回忆分不清南北东西，我真的不想从此迷失在这幻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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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都点到一起点点赞啊！是我们家人们尘埃，你是手指，你是手点还是那个软件点赞？我用手，那时候之前我之前有那个就是那个我之前有那个就是买点赞神器之前用那个手点赞。真的好累。放假所有家人们，欢迎大家哦！选择点点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谢我们家哥们手点，一点一点的点。欢迎我们汤姆。手点很辛苦的，感谢汤姆的灯牌。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嗯噔。欢迎涅槃重生，感谢我们尘埃的点赞。手点赞很辛苦的。噔哒哒哒哒哒噔哒哒哒哒哒哒哒。还能不能相见？后来我弄那个点赞神器的时候，点赞就没有那么辛苦，还算是可以。
说抱歉，你已经不在身边，我就悄然想念，走过桌子的红线，沉溺于我们昨天，还能不能相见。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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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欢迎所有哥们，欢迎大家哦！喜欢这一点点关注哈，点关注不迷路，谢我们家哥哥们。欢迎每天。哒啦哒哒噔噔噔噔噔噔。给大家来一个什么歌来着？你们想听什么歌？当当来当当当当滴答答答。今天小木木播挺晚的，他听完这个点是不是就已经下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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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心头跑，泪光全碎掉，我像个漂亮小丑，在左顾右瞧。我以为我能得到，真心却换来毒药。你逃之夭夭，不知道而去找，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守护煎熬。你可知我曾在孤立人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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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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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欢迎喵九宝宝。你咋样？在没在？你咋样啊？观音声你懂？最近咋样啊？我给你打字吧。嘿嘿嘿嘿嘿嘿。最近怎么样啊？欢迎信号，欢迎所有宝宝，欢迎大家，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幺九八八幺九八八。哎呦，咱们家老朋友了，咱们家老宝宝，老 baby， 老 baby。欢迎青哥，欢迎所有宝宝们，欢迎大家哦！想记得点点关注，欢迎7086，欢迎海上月光，谢谢青哥，感谢我们青哥。天天看小孩，谢谢青哥，感谢青哥的人气票。等等，谢我们亲哥，感谢我们亲哥，谢我们家家人们，感谢大家哦！谢我们亲哥点赞，感谢我们小浩哥点赞，家人们能点赞把赞赞再点一点啊！家人们再把赞赞点一点。欢迎波爸，欢迎所有宝宝们，欢迎大家哦！喜欢哥就要点关注了，家人们点关注不迷路，谢谢我们家哥们，感谢大家。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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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谢我们亲哥点赞，感谢我们家家人们，加油加油哈！我们现在呢点赞是19000，我们可以在网上搂一搂哈。亲哥，你的头像换的是什么头像？欢迎我们数字雪花，欢迎家人们。啊！噔噔噔噔噔噔，欢迎我们温温，欢迎家人们，欢迎大家。欢迎我们雪狼哥，欢迎所有宝宝们。我
能点赞的人把赞赞点起来哈，把赞赞点起来，谢谢我们家哥哥们，感谢大家。关注点点赞赞点点，家人们关注点点赞赞点点。噔噔噔噔噔噔，哦哦哦！你他只遥遥不知道而去找，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守护煎熬。你可知我曾在？家人们，如果你们说话，如果看我没有回答的话，也没有读呢，可能是被和谐掉了。你们要把那个要再问我一下哈，问我一下是被和谐了。欢迎沈阳小马哥，欢迎子怡，欢迎大家。天天看小孩，哎，我打的字是不是没在公屏上显示啊？是不是没有显示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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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字好像被屏蔽了。哎呀，我打字打不了了，我打字打不了了，我打字被屏蔽了。我整天天都会掉，上过一两百了，昨天我还在你。欢迎家所有家人们，欢迎大家哦，选择点点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我打字不显示了哎。欢迎梦幻，欢迎我们家所有哥们，欢迎大家哦！想接电影关注，来首醉醉，你要听醉那个歌吗？先不听，我们先等一会儿。醉那首歌比较温柔，我们稍稍晚一点，因为现在人气不怎么多，我们再稍等等，晚一点再听醉。家人们，灯泡没有亮的可以把灯牌亮亮哦，可以把灯牌亮亮哦！非常感谢我们家哥们，欢迎大家，欢迎将军。我们把赞一点点啊，欢迎我们西北风。你们能看到我公屏上打的字吗？你们能不能看到？我打字好像在公屏上不显示哎。谢我们青哥点赞，感谢我们青哥。能啊，能看到。我这边好像我这边不显示哎，奇怪。我还以为我这边字怎么都不显示了呢。欢迎罗田涵，欢迎大家，欢迎罗田。哎呀，青哥，你这换头像了？换成你自己了？我这边有哈，有就行。我还寻思怎么不显示了呢。我不说，我都没有在意头像，就是你自己吗？咱认识这么长时间，好像第一次看你用这个头像呢。小迷弟咋了？欢迎 tree， 欢迎大家。谢谢点赞，点呀！你咋点赞还不点？点一个就不点了。看不到我自己啊，看不到你自己，你说看不到你自己说话呀，看不到你自己卡没了。哎，真的哎，为什么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哎，真的哎，真的哎，我还以为你们都不在呢。他们家所有家人们，欢迎大家哦，选择点点关注啊。都能把人气票往上上一上，家人们，人气票往上上一上，咱们可以把助力人气票往上搂一搂哈。谢谢，感谢我们小迷弟，感谢我们小迷弟的点赞。噔噔噔噔噔，谢谢我们亲哥的人气票，感谢我们亲哥。
不说话就会消失，你上个榜就不消失了。你上个榜就不消失了，你上一个那个一个票两个票上个榜就不消失了。欢迎大家所有小哥们，欢迎大家选择点点关注。但是也不是别人不上，别人没上票也没上榜，他也不消失。你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或者是你网速不好。我看别人不上也没有消失。谢谢小迷弟的星星，谢我亲哥点赞，感谢我们家人点赞，对家人们加油，两万一了，小星星有的家人们可以把小星星往上走一走啊，小星星往上走一走。你还是叫我月亮吧，月亮，你要你让我爸叫你月亮，名字你得改过来呀，你不是这个名吗？你就跟你名字叫就好。欢迎山水之间，欢迎刚哥，你就跟你的名字叫就好了，要不然的话我怕我又对不上号。不习惯，你改成一诺小迷弟就可能习惯了，你要不要试试？你还叫我小龙宝宝吧，你们把名字改回去就回家了。欢迎我们白龙哥 ，Hello， 啊，是你呀、啊，你是小龙啊。欢迎我们白龙哥，欢迎木凡，欢迎大家。你们改了名字，我是对不上号的，你们得告诉我，然后告诉我是谁和谁，我才能对上号，要不然我对不上，我都不知道你们是谁。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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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小泥鳅就可以了，阿呸，小泥鳅。家人们把赞点一点啊，家人们把赞点一点，谢我们家哥哥们，感谢大家。我把赞搂起来，现在两万二了，家人们，两万二了，我们把赞再搂一搂哈。这样的泥鳅，这么大个的泥鳅吗？这泥鳅得成精啊！欢迎青哥，谢我们青哥点赞，欢迎雨中晴，我们把赞点起来，哥们。欢迎 mobile gk。对，把赞点一点，家人们，赞点一点，我们现在两万二的点赞量，再往上搂一搂哈。欢迎雨中晴。哎呀，白龙好像两天没来看我了吧？白龙，你干嘛去了？又来看你了，好，谢谢，把牌子亮起来，你别光过来看我呀，雨中晴，把牌子亮起来，入个团，光过来看我，你咋着也得入个团吧，带个牌子多漂亮。欢迎刁民，谢雨中晴的当灯牌，你就不能主动点，非要让我点名，都不能主动点，非要让我去点这个名，多烦人呢。三白龙小星星，白龙我不会点你名，你放心吧，我不会点你名跟你要灯牌，我知道你不方便。是啊，下把不点名了啊，他们家所有家人们，欢迎大家。白龙放心，我不点你名，因为白龙不方便。欢迎1151，欢迎大家。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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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1151，欢迎家人们，欢迎大家哦。点赞还能点吗，家人们还能点吗，咱们还能点起来不？
现在22000的点赞量，我应该自己也能点了。我好像也可以了。积极点赞，感谢点赞啊、哦！我可以点了，我可以点了。对，我们能点的家人们在网上点点赞哈，我们在网上搂一搂啊！当啦当啦当当当当当当当，谁也不打扫卫生。欢迎994。平凡花木家所有哥哥们，他是不是在每个小时的一小时的开始之前他会有推流呢？我这两天一直在看他这个推流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推流。哎，白龙白龙，他是不是在一个主播开播的每个就是一个小时为一个审核期，然后下一个小时段的一个小时开头推流，是不是这么来？还有没钱人，我想的漂亮小丑在左顾右瞧，我以为我能得到，以为你是最好，我掏出真心却换来毒药，你逃之夭夭，不知道而去找，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守护煎熬，你可知我曾在空无一人街道疯了。对，就一个小时的一开始，是不是比如说像我现在播了一个小时13分钟，这时候就应该在推流期推流推流不是最飘推流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现在因为我电脑嘛能看到，我现在播了一个小时13分钟，那这个时候就是说第二个小时时间段的推流，是吧？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家家人们可以一起帮忙点点赞哈，再一起帮忙点点赞。那倒不是啊，那倒不是，那是怎么个推流机制呢？好，我们用户48哥哥，欢迎大家选择点关注哈，点关注不迷路。老母一天10个小时在吧，嗯对，差不多10个小时。独自守口间啊，我们这个慢啊，推流是一直在推，账号有等级，你得看你账号大概什么等级，我账号等级应该不怎么高。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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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怎么来？你说吧，正好你来了，我这吼不上去了，都快，歇斯底里的。今天我腰杆不硬啊，今天腰杆不硬，不太不知道。我腰杆也不硬，没关系，都不硬。今天咋回事儿？今天？欢迎抖音记录美好。普遍都不怎么太好吧？就赶上那个啥嘛。今天周末嘛，星期五。嗯，咱俩要不然咱俩票少的话就蹲下。好，然后所以最后结尾玩啥呢？结尾套个袋子垃圾袋结尾、行，还有你结尾咱俩就顶个东西传出去得了，简简单单还传呀。好都是要传呀。好吧，我都打算着打完了之后，我都打算下播了。小鹏，那咱俩就来谈，哎，谈脑崩可以吗？可以，那就谈脑崩吧。行，那就尾数，咱俩相加吧，单尾相加，谈脑崩。尾数吧，就尾数。行，那就尾数的，各位尾数，好好，那就这局了呗。
好，好嘞，闭麦喽，闭麦喽，欢迎所有家人们，欢迎大家看账号。我账号等级应该不高，就奔着我这流量，你就看我能高哪儿去。我今天上午，我今天上午播流量才多少个九千点吧，这两天还算好流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这会儿晚上。我不知道，我在等晚上。谢谢小小的子怡，谢谢子怡。呀，你是刚玩啊？谢谢子怡的星星。欢迎无恙。然后晚上播的时候，最多也就是2000多人气吧，最少有时候才1000多一点点。我这号肯定不行，怎么办呀，白龙？你说新起个号。欢迎无恙，欢迎大家。谢谢谢子毅，感谢我们家哥哥们，感谢大家。哎呀，过程啥忘了，过程是那个过程啊，都蹲下，我忘了。哎呀，忘了。欢迎雨中晴，主子忘了谁，就是你家主播吧？过程蹲下。欢迎九月，欢迎四圣，还有1分30秒。欢迎深深爱着你，欢迎八九，欢迎小阿木，欢迎小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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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佳怡。噔噔噔，我们还有最后的50秒。我们还有40秒。谢谢点赞，感谢点赞。欢迎安月，欢迎小何，欢迎鳗鱼哥。欢迎10秒。